接着我们再关心两条英国方面的资讯。英国王室成员威廉王子夫妇啊，近日前往瑞士滑雪度假区参加了朋友的婚礼。婚礼期间呢，威廉随同哈里王子以及其他一些朋友一起滑雪，怀孕的凯特王妃只能孤独地在雪地里散步。据报道，婚礼的男主角是一名马球运动员，而新娘呢，则是一名奥运会金牌的获得者。婚礼后，威廉便与一些朋友在雪地里开始玩耍，除了在雪地里滑雪，他们还乘坐了高空缆车。有孕在身的凯特呢，无法参与其中，只能一个人在雪地里散步消遣。